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使用 calendar， 就是日程表。那首先呢，这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进入365的 office 之后呢，进入 calendar， 点击一下。OK， 其实我本人也没有用过这个，但是呢，听说还是不错的。那首先就像这个，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近五天的天气是如何，比如说哦有雨，然后晴天多云，之后比如说你想点加一些提醒的话，你就直接双击点进，你就可以比如在这里边加 title， 或者是它是怎么样的，之后你要提醒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再加一些 note。OK 了的话就直接保存 saved 就 OK 了，但如果你并不想要这个 note 的话就直接删除。好的，那可以在这里看到 OK， 比如说 another 就像我这个，那我就可以在这里边添加一个什么时候回国，比如说这个时候回国就把Go back China 就写上去，然后回国啦，然后什么时候几点的飞机，然后他可以提醒你是几点的飞机怎样的。那个人呢比较推荐大家去用这个软件去记一些你要交的什么时候要做作业啦， assignment 什么时候 due 啊，然后每天都有什么事情要做，或者是提醒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软件。就是个人比较喜欢计划，所以说之前我不太知道这个软件，那现在我知道了的话我自己也会使用的。好的，这个视频就在这就结束啦，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